对呀，打开车灯了啊，看不见了。现在是晚上7:19啊，时间过得也很快。说实话，我有点看不太清楚它的路。哎，我们现在真的是已经有点在夜里面，灯光光线并不特别好啊。这个灯感觉打出去像没有一样的，怎么才有远光灯呢？我也不知道它那个快捷键是哪个。现在只好像只是开了一个示廓灯的感觉啊。马上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哦，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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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能休息吗？我可以进入到后排，可以睡觉，睡4个小时。那睡一会儿吧，睡一会儿吧。哇，太神奇了！行了，起来了啊！我可以。